没有东西可以露。你要想露现在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打球吗？我没有打球。你们三个看起来都是很会打，对耶，走了就。我们身材在骗人的。后退到背板下面，好吗 ？OK， 对，好，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好，好，这边来。Hello, men 的观众们 ，I'm back。我不应该不用说我是谁了，我们是老朋友，好朋友。你们好，你们好，好久不见。Hello， 各位明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展，好久不见喽。明朝读者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周雨天。我这一支的材质是金钢、哦、很精致的钢，配上陶瓷，然后做成的。然后它里面有很精细的发丝，对，这也有光泽的时候看会非常的明显。我刚在跟他培养感情的时候，约莫数了一下里面有多少格，大概就是40。多格也约莫在我这个年纪。我今天戴的这只是AP 的运动表，然后它的颜色是天空蓝，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很少有看到这样子表带表面都是天空蓝的手表。这只表其实是蛮新的款式，它好像才刚上市一两个月。我今天戴的手表是 AP 的 Royal Oak Offshore 潜水表，它就是。可以在陆上或海底下 的一只手表，今天有搭配它一起打 golf 球，我觉得百搭，很刚刚好，我觉得很舒服。我第一次看到 AP 表的时候，我其实是被它的这种八角形的设计吸引到，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男生戴会蛮有，就是很 man 的感觉，它比较阳刚，对，表面的设计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会有计时器啊，然后有我喜欢里面设计比较多圈圈的，看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像我自己很爱跑步跟骑脚踏车，这都会用到计时的东西，所以如果佩戴它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很精准的掌握我自己要的成绩或者是我预期的秒数，然后可以很快的归零，对，这是很酷的地方。最吸引两个，我带着它，给我很满满的自信。再来是。霸气，对一个男生的话，我觉得是霸气。走到哪里，有一些就是最满意的地方是，其实有些人会突然会偷偷看你的手表，真的，嗯，那我突然瞄，对，余文就是有瞄到他在对看到我手表，然后点头的时候，我就yes， 霸气。我觉得运动表第一一定要舒适。然后再来，我觉得戴表的人都会对外观有一个要求，所以我会希望它是时尚有型，然后可以衬托出个人风格。一只也是Royal Oak 的Green Dial， 那个是我会想在圣诞节，如果对方不想要，我可以要，我可以拥有它，我没问题。那个就是我心目中的 goal。我这是为癌症嘛，哦，对，因为我姐姐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能够用一点公众力量默默的在为这社会尽一份小小的心力，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对，所以任何户外运动，像我也爱跑步，哦，我也可以游泳，对，任何其实你们有看到任何资讯啊，你们有任何想要做善事的时候，不妨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经纪公司，我们能够帮上忙，我一定会去帮。我最近发行了我的第一张正规纯创作专辑，然后也有发行了一本写真书，然后都是同名叫做 Idol。那我最近就是主要是忙宣传专辑啊，宣传写真，然后12月24号还有一部我的第一部戏剧作品，然后是一部电影叫做《一杯热奶茶的等待》。对，所以12月、1月都是忙着宣传。最近忙着要打好球，就是有一些工作，但是戏剧方面都还在谈。但最近我觉得爱上了高尔夫球，那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打，我可以好好的学，好好的进步，让我，因为我发现打了之后，不只是对我，而且还是一个 social event， 大家就开始，开始真的是在找，我也想打。
我们一起打。虽然在这个时候人与人的交流或者就是我们有点为难，或者不正是 golf 如果有安全距离的话会比较好，超适合，所以我很想把 golf 练好。